我是阿俊，你现在得不得闲？我可以陪等你。认今日叫你出来没阻止你做事嘛？我未执完嘢。啱嘅，英国咁远，应该要执好多嘢。执咩冇用啦，最紧要嗰样嘢冇咗。你唔使惊，我唔系嗰啲死喺自己女嘅女人嚟。我知道你不是那些人，所以你就可以这么快决定不要我。我想呢，如果我是那些死一死两要三要死的女人，你一定会觉得我很烦。如果你是那种女人的话，我想我两个拍拖不会拍那么久。那个小姐她挺好，我不会在你面前讲她，我也不会在她面前讲你。对不起阿爷，除非你跟我说对不起，你有什么对我不住？人，我以为我会喊，不过我喊不出，我反而觉得好少。为什么？我第一次拍拖就是在这里，有很多次第一次都是到发生，第一次拖手，第一次 kiss， 第一次嗌交，第一次复合，全部都是在这里。在我来之前，我都想过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第一次，定抑或最后一次。结果比较好做，你第一次跟我说对不住，你都是最后一次跟我一起来到这里。认啊，其实我不用再解释，喜欢一个人有很多理由，分手也有很多理由，我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喜欢那个人，所以跟他在一起，不喜欢就分开了。我不想听到那么多藉口，我想你都不想讲，是吧？俊，可不可以让我揽下你最后一次？人嬉戏，我可以扮傻。明日我还爱你更加多，神都话过。我就算千错万错，缺陷再多都不讨厌我，只想当你傻，同样将你抱住看清楚。茶杯里面风波，谁愿不再听情歌，听四面错歌。
才能够对抗风吹。神都话过，我就算千错万错，缺陷再多都不讨厌我，只想当你错，同样将你抱住看清楚。同样将你抱住看清楚。